没法忍了，没法忍了，人吓人吓死鬼的，这能把鬼吓活。江湖周刊街拍潮男 Top 1肖顺尧，哎，江湖周刊的头条版面居然不是我们，兴风作浪的主是谁？我们。对付瑶瑶啊，必须日行一恶，成为恶中之霸，才能进入坏人圈。没错，这次的任务就是坏到荼蘼。胸大肌，好强壮，好强壮。人鱼线，好自恋，好自恋。我的秀发，好拉风，好拉风。我的双眸，哎，我感受到了这个世界满满的膈应，恶心到连空气都会心绞痛。我们要解救这群迷途的妹子，那还等什么？来，狂徒！光天化日之下，跟三个妹子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？尖叫尖叫！孔子曰：“男女授 受不亲。”难道你想成为一个轻浮的小兽？本宫看着面熟啊！你是对我这把斧子面熟吧？有钱的交钱，没钱的献血。金山尖叫！不要怕，看哥如何弹指灭门，空手撕肺，逐个单挑。老二、老三，灭他！各位英雄，我一直不过是开个玩笑。你等会儿，不是说好了我老大你老三吗？哎哎，我是 team leader， 你们俩才是跟班的呢。哎呀，孔子曰：“三人行，我必为师。”大家心知肚明嘛。不，你这不服啊？我也不服。呀呀，小兽干嘛？呀呀，意思啊？呀，来，是他的少丘又带风景，还有瓜子、菠萝、花有阿森呐。嗦嘚儿，一只浪荡浪嘚儿。嗦，小妹子与他结为缘分呐。书能忍，食儿忍不了。柔弱粉丝遇劫匪，萌神瑶瑶挽狂澜。剑刺，拜托了。啊？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人一辈子把失败做好的话，也是蛮成功的。人类失去 loser
界将会怎样。感谢大家收看易老师大鸡汤，咱们下集再喝。好感人。那后来呢？后来王子就把小天鹅给埋葬了，可是瑶瑶又给他挖出来吃了，岂有此理。瑶瑶处处留情，让我们这些瑶粉步步惊心，人家的小心脏小肠胃好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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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瑶瑶这个衣冠禽兽竟然做出这么浪漫的事，他究竟把你怎么了？那是一个夜黑风高的上夜，我在后院晒天地的时候突然闭嘴。此处省略五百字。 Uncle Three help 人家。好的，刺儿，你的信就让叔叔来守，你随时可以变成一只斑鸠，飞到三叔的殿下，尽情唱样。萧顺尧，这是知人知面不知鲁啊！非也非也，三叔定是听信了江湖谣言才会对我如此歪歪的。废话少说，赶紧把你的泡妞秘籍交出来，干货是要分享的。好吧，拿去。黑菜，用水泡开，凉拌粉丝，记着少放汤，多放醋。非也非也，做黑菜，关键的秘诀在于骚字当头。技术不一定要太高，厨艺必须学会闷骚，骚得越狠，拿刀越狠。若不风流，插在废油，不是灰太狼，不进大厨房，不是白骨精，不进西餐厅。一勺蜂蜜，两片生姜，一日三餐我吃得倍儿香。两杯鲜奶，一个鸡蛋，每天都吃粗粮杂饭。一把麦片，一块红薯，一两豆腐，天天叮嘱。一块海带，一两韭菜，半斤鲜果，心情愉快。了然，了然啊！出得厅堂，入得厨房，暖男摇味道美食宝典大卖。盗版的，都是我教给他的。必杀技。是谁给我割了这么多辣椒？哟哟，姚大侠。我孤独求孽，走空江湖几十年了，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姚大侠。你个保定人，你懂什么呀？去，让他出来给我咬一个。行，你等着，我这就给你找我姚哥去。你就是姚姚了？是。来，咱们姚一姚。这我哪会啊！哎，这，哎呀，十七点了，终于吐出来了！你真是我的大恩人呐！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的人工父母，我就是你的试管婴儿。话也不说了，要不是这个骨头吐出来，我这一世英名就栽在这上面了。这有三颗金毛丸，你把它收好了，从今往后。那江湖上的八百个弟兄全听你指挥，给，告辞了。谢曼，那说美啊？你不觉得这家店需要装修了吗？明白。